大埔国中小推动后大埔就立的 PBL 本地导向学习课程，呼吁完成证植物后大埔就立。这个完成证的树苗出自于112年教育部补助各级公私立学校校园绿篱专案计划，因系各中组工作处理十丛的小树苗，栽种伫学校，期待未来会当成功呼吁大丛，并且会当结出真济的果实。大埔国中小推动后大埔实力的 PBL 问题导向学习课程，呼吁完成种植物后大埔实力树，传承在地记忆，让教育在实践中明月。还有灌木呢，所以今麦咱后壁这是咱特有种，用大埔命名的，所以咱今麦乡后壁咱买这一座树。啊，伊树形有水无？树形是会高大。还好，但是果实加水。对啊，所以你现在不抓长的是刚刚这张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富裕。对，在富裕俩。对，在富裕啊，所以就发现说，奇怪，病虫害。啊，这大埔的山区来，这个有做这些的，做这啊。做这 ，OK， 好。好，谢谢。这完成种的树苗，出自于112年教育部补助各级学校校园绿篱专案计划，并且各中组家族。也出到十丛后大埔的实力小树苗，栽种于学校，希望在经过细心的照顾以后，期待未来能成为成功培育长大，并且能结出丰硕的果实。我们有一个大埔的一个原生种，叫做后大埔实力。那它是在我们后大埔这里呢发现的一个原生特有的种，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就种植了这样子的原生种。那我们从比较小颗的开始来做孵育，希望呢让学生认识我们在地的一个特有的植物。那只是我们在现在在种植当中呢，发现有很多病虫害。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学习，我们的学生如何在大自然当中跟大自然来做抵抗，来让他们了解病虫害，了解怎么样来孵育我们现在的特有种。希望呢，这个后大埔实力也可以跟着我们的学生的成长一起长大茁壮。后大埔的实力树种植八年以后，伊的枝冠会达到4公尺，然后开始结果实。现在的同学是细心来照顾当中。大埔国中小的校长陈义田表示，呼吁实力树的栽种课程具有两面深层的意义，其中是以自然环境为主的学习教育，透过 PLB 的课程，让囡仔为实际的问题解决中来成长；另外一点是让小朋友了解环境相处的优先方式，透过关怀环境甲人文，也深化了家己在这块土地的生命价值甲意义。毕业生毕业以后，将照顾的任务传承予下年度的学弟妹，伊也期待未来回来到母校以后，能看到结实累累的后大埔实力。毕竟这是因亲手栽培的食物，希望因会当成长茁壮。谢谢新闻蔡明东大埔乡采访报道。来哟来哟，这款用好玩吃落去，一道狐狸爬玉山，苦乐随爬起来。这款狐狸用吃落去，一道狐狸恢复少年时的体力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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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加油啊！爱问药师，正确的用药安全有5个唔通，唔通听别人推荐的药啊，唔通相信神奇的药效，唔通买路边摊、夜市啊、游览车顶端买药啊，唔通食别人送的药啊，唔通推荐药啊给别人。我以后唔敢啦。